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，我是裘英俊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一碗白水，四根小草，哎，咱拿那碗把它扣上，哎，扣上之后，变来四条小金鱼，在水里劈出乱腹，还得是活的，好，可能有红还有黑，展开。看是不是金鱼啊？好，好不好？真好。您就不是好人，像您这种人就应该报警，给你抓起来，知道吗？给我抓起来！哎，给我怎么了？给我抓起来！不是好人，我不是好人。我告诉你，在社会当中，还甭说社会了，在社区当中，好嘛，我头回见越来越小的，我都是典型反面的，反面的，正面的。向老师，咱们还是聊回这个戏法啊。我知道戏法当中还有一个难度最大的就是烙活，对，烙活。这个烙活是不是对这个演员的要求会更高啊？对，他得身体好啊，身体好，个儿得稍微的高一点啊，比一个行，嗯，胖瘦差点，你这胖点，我这胖瘦肯定不行，怕你筋不够分量，一般的七八十斤的东西挂你身上怕待不住，七八十斤的东西挂身上，要力量，最关键是力量，嗯，身上捆上多少东西，嗯，站着不晃，嗯，走道还得稳，嗯，面部表情还得好看，嗯，说有时候你也捆东西跟背山似的呀，掐咧嘴，这观众看就不美了，不好看。要是对吧，身体好，嗯，再有就是表演也得好，你东西在里边藏着，不管什么东西吧，都是带鱼的、带水的、带火的，嗯，好多东西都是活气的，拿出来东西不能刮、不能碰，嗯，哎，说鱼缸水不能洒，嗯，玻璃不能碎，嗯，火还得着着，嗯，变戏法要是严格的讲，作为好的戏法演员，嗯，那需要。多方面的，您觉得我们这些人谁有练练烙活的可能性？这都能练，都能练。现在开始练，练出来身体都没。我觉得张思雨可以。张思雨，你平时你自己负重得多少？我负重260多斤吧。260多斤，再给你加上70-80斤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啊，那这样啊，这个张思雨，你一会儿得好好表现，看看这个肖老师能不能把这个传统的烙活教给你，好吧？这个接下来先来给我们来段相声，好吧？好，接下来舞台交给梁元、思雨两位，有请两位。好。感谢啊，感谢大家的掌声。好啊，您看啊，其实每个人啊都有梦想。那是啊，我也有梦想。您有什么梦想？我这样吧，我哼一个音乐的片段，哦，你猜一猜我的梦想是什么？还挺巧妙，好不好？咱一块听一听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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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哎呦，我猜出来了。干什么呢？变戏法的，对不对？你是傻吗？怎么了？什么就变戏法？哦，有那个没事的走着方阵变戏法的吗？不是得有那个音乐吗？什么的？我那音乐，那小时候您看那运动会，对不对？他们老用那音乐。哦，这是那运动会的音乐、啊。对，这跟我梦想有关系。这运动会跟梦想有什么关系、啊？我想当一个体育健将。我的天哪！就你这小胳膊小腿，你还当体育健将？那小瞧我干嘛呀？咱有外号啊！您什么外号？体育秧子。你是什么玩意儿？体育秧子。怎么从小就给你插地里了是吧？插地里干嘛？体育秧子是怎么着啊？就是说呀，我小时候他们夸我说，哎，这小伙子是不是啊，挺有天赋、哎、啊？你以后你是一个就是体育的小秧子。那叫体育苗子。哎，小秧子，别给我们这挤秧子了，知道吗？哎、就是，对，就是苗子啊，苗子。哎，我参加过奥运会。什么？真的？你还参加过奥运会？我们村办的。那村办的能叫奥运会吗？你看民间奥运会啊。是吗？哎，那都参加过什么项目啊？那太多了，嗯啊，像什么这个射击呀、啊，哟啊，篮球啊，啊，飞镖啊，这我都行。我天，这么一听您还是全能选手。那当然了。那我先问问，您那个射击的成绩怎么样啊？射击那必须冠军。啊，冠军呢？你是没见过。嚯，咱那射击帅极了。是吗？拿着枪呢，对着刘钊的。哦。砰啪。哎，你挨枪子儿了？不是，您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人家射击怎么两声呢？碰就是打枪。那啪呢？打中一气球。哎，打气球。哎，我天，那我问问啊，您那篮球是不是也是冠军？那怎么能叫冠军？9连冠，这么厉害？哎，9个罐子连起来，然后拿着篮球，嘿。
老板拿娃娃，这多不要脸，是不是？确实是九连冠呢。哎，那我再问问啊，那个飞镖那场地是不是跟射击都在一块儿呢？不，你也参加过？我参加过什么呀？啊，您这不是民间奥运会？那我这个民间庙会，庙会。不是你不理解，因为你像我们这民间喜闻运动的小伙子，你没有那个专业场地，是对不对？所以只能说庙会玩一玩，锻炼锻炼，搁那凑合一下，也就这意思。不是，我想问问，为什么非得当这个体育健将呢？因为我这人呢，打小就喜欢看那奥运会，是吗？看着运动员在赛场上为国争光啊，我这心里我激动。那谁看都激动，真是这样。甭说你爱看，我也乐意看。你也喜欢看？爱看。那我问你啊，假如说。你要是说有机会参加奥运会，是你觉得你适合什么项目？我这大伙儿看不出来吗？就这体格子，举重啊！哦，举重！哎，而且我告诉你啊，我自己在家啊，我还经常的模仿站在奥运赛场举重的场景。那行了，那今天这样吧，你也别自己，咱说自己在家里玩。你当着大伙的面，你学一回这举重。不行啊！那这么些人看着呢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这你怕什么？这样，我帮帮你。你怎么帮我？我给你当这解说。你来解说。哎，我怎么说，你怎么演。咱俩一块来，行不行？也行。开始，咱开始。那开始，开始。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奥运会的举重赛场。首先进场的是中国的选手，叫张思雨。好，他开始抹粉、擦胳膊、拿粉拍脸。这时候他觉得还不过瘾，一缸子粉全糊脑袋上了。哎，这时候他就像那个米其林似的，咱也不知道这人要干嘛。这不都是你给我安排的吗？好，这时候他走到了杠铃的前面。今天他要挑战的抓举重量是4两，看来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。嗯，哎呦，快看吧，张思雨单手举起了杠铃，他真是我们的骄傲。现在他开始准备挺举。今天他要挑战的重量是200公斤，也就是400斤，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。好，准备好，举起杠铃，挺到胸前，抓稳，全力向上。这时候教练走到裁判身边，临时要求重量加到4吨。我天哪，你在晃死我！怎么了？有现场加重量的吗？不是，对面那教练也要求加的。我怎么那么听对面的话呢？行啊，你这还真练得不错。那当然了，有机会吧？有机会你上我们那个魔鬼训练队去。魔鬼训练队？哎，就是我们民间一组织，里头呢都是热爱运动的小伙子。是吗？啊，而且我还跟你这么说啊，我们那儿训练出来的队员大大小小，那冠军拿了无数。哇，听着还挺厉害。真是。那你是怎么加入的呀？我也偶然机会。哦。那天我正在庙会，我正在锻炼呢，知道吗？你别不要脸了啊！哎，这时候来一人，从后头拍我肩膀。我回头一看呢，是个教练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他是教练啊？啊，衣服上写了，我是教练。我天哪！写了。哦，现在这衣服都这么直白了。哎，当时跟我说，哎呦，小伙子，我觉得你呢，哎，挺不错，是，挺有这个天赋。你是一个体育的一个小秧子，好不好？合着秧子这词儿打他这儿来的呀？啊，有没有机会想上我们这个魔鬼训练队去啊？啊，是啊。那太好了，早听说您这个团体了。那行吧，这个你这样。你回去收拾收拾东西，然后呢，你就立马上我们队里报到。我还挺着急。哎，等我到了那儿，我发现真是魔鬼训练队。不是，怎么个魔鬼法？那训练方式跟一般的不一样。与众不同吗？啊，咱举个例子啊，你说说。比如说这游泳来说，游泳一般怎么训练？还训游泳池里游呗。那能训练出成绩吗？游泳池里是放15只鳄鱼啊。哎，而且不是一般的鳄鱼啊，那是鳄鱼。稍等一下啊，什么叫鳄鱼？那就是好几天没吃饭了。饿着那鳄鱼。哎，在那游泳池里是在这正游着呢。这时候来20个运动员，是在场边正热身。教练呢开始训话。说这回呢，这个训练比较关键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全国运动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就来了啊！你们今天啊，只有前5名
能够参赛。哎呦，20个人只有前5名，还挺严峻，好不好？嗯，开始啊，来吧。20个运动员跟下饺子噼里扑噜全下去了，我都下去了。等到游的终点上了岸，教练很高兴，是吗？行啊，那个就你们4个参赛，啊，好不好？稍等，稍等，啊，不5个名额吗？啊，就剩4个了。哦，都让鳄鱼给吃了呀！哎，好家伙，训练的比较严谨啊，就这么练。哎，你比如那短跑啊，就是苏炳添参加那个，就那个啊，短跑知道。每个人身后跟一只猎豹，还有猎豹，而且不是一般的猎豹，那是恶猎豹。咱也不知道上哪儿找这动物去。哎，好几天没吃饭，那眼睛都红了，是吗？哎，这时候教练喊一嗓子，跑！嗯，看那运动员。那不跑疯了，那是没法不疯，知道吗？他不跑疯，那猎豹吃饱了。哎，啊，那个跳高，跳高，跳高，知道吗？知道吧？不就是横一杆有一垫子，一助跑上面蹭过去了，跳高嘛。那能训练出成绩吗？那怎么练？有的那运动员训练的时候从上面过不去，从底下出来过去啊，也有那样的，对不对？那训练不出成绩。你们那是怎么练的？我们那儿啊，找一胡同啊，还有胡同，拿这砖呢，把这墙垒的2米左右。嚯！哎，教练开始训话啊，说这个今天你跳多高啊？啊，对呀，哎，教练，我今天我是那个跳2米05。我天，2米05！来，给你挑战一下自己。怎么挑战？跳2米5啊！来，垒墙垒的2米5。哦，现垒墙啊！哎，这时候就看着运动员助跑腾空，烫怎么样？脑袋镶墙里，那没法不镶里边。教练一看这不行啊！啊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来人啊，拆墙！找20条野狗。还得找野狗，哎，找那个2星期没吃饭的那个啊，哎，得是那个恶野狗，对，就是那个，这么些动物不好找。哎，没一会儿助教回来说，教练啊，那个野狗啊找不着那么多，找了多少？就是，算上我才11条，这算你干什么呀你？哎呀，教练一看这不行啊，啊，哎呀，这样吧，怎么了？把那个鳄鱼和恶猎豹都给弄来。啊，非得给这动物都喂饱了是吗？哎，没一会儿这动物都来了啊！教练在那墙头在那坐着，不是不是，他坐墙头干嘛呀？你废话，底下一堆那个啊，你再把教练吃了，哦，他也害怕，对不对？教练当时喊一声口号，预备，嘿，开饭。开饭！哎，你这是冲动物喊的，冲人的队员喊的呀？啊，喊错了，喊错了，预备。开始！哎，对，哎，当时就看那运动员一边助跑一边还喊口号，怎么喊的？教练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天哪，这都骂出来了！您看我们这儿多厉害！哎呦，你们那真厉害，是不是？我问问啊，你那是魔鬼队报道，是动物园报道去了？动物园干嘛呀？没有这么练的。哎，就是说我们那儿训练比较严格。您说了半天，您练的是什么项目？哎，这教练也问呐，说你个你这个虽然说你是新入队，但是这个全国运动大赛嘛。马上就开始了，你想练什么项目呢？就是，哎，我看着这个队员们期待的表情和这个动物们渴望的眼神，都看着他呢。我说那个教练，那个我想练冰壶。啊，为什么要练冰壶？哎，这个冰壶首先来说呀，它对这个身体素质啊，对吧？这个身体对抗来说要求不是说特别大啊，也对啊，一般就是3人，有一人呢负责推那壶，哎，然后其他2个人呢从前头拿着墩布在前头撒，对，墩布啊，那得多脏的地呀，那得不是拿那个吗？冰刷，哎，对不对？就是说这个。你要是说短时间内想冲点成绩，这还有点希望啊，有机会。而且呢，还有一最重要的原因，什么原因？就是冰壶不用喂动物。你怎么那么尖呢？我发现。哎，练吧，练了有差不多1个多月。嘿，第二天就是这个比赛了。这就要开始了啊！我说实话，我心里有点紧张。搁谁都紧张。我找教练，我说教练，我这个，哎呦，明天比赛，我是有点紧张。是你这紧张什么呀？啊，对不对？你这样。可能啊，你参加大赛的这个机会也很少。今天这样，我给你放放松。今天啊，咱们俩呀一块儿睡。带着你也别紧张。我呢这样，你踏实睡你的。明天早上起来我叫你。你看教练多贴心呢。对吧？你别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。行。我一听这，我心里还真有点放下来了。放心了。等到了这教练宿舍，一张大床，这教练还没躺下，我就睡着了。也是累了。等到我这个似睡不睡的时候。我这个教练啊，给我叫起来了。怎么喊你了？哎呦，老梁，快起，快起！啊，赶紧，赶紧，咱参加比赛去了。哦，要来了。我那赶紧走吧。到了这个比赛的现场，我一看，真是
太多了，是吗？人太多了，人都来啊！那个我那队友们都来给我加油助威了，这么些人都来了，是吗？有那个鳄鱼、猎豹、野狗，那个全是动物呀，没人呐。要有人不就来了吗？都给他们吃完了，对不对？开始比赛吧，开始吧。哎，简短结说啊，三球过后咱是大比分领先，好样的，就剩这最关键的最后一球啊啊！当时呢，就看我这队友啊，把这个冰壶啊往前面这么一送，哎，我和另一队员，我们俩拿着这个墩布，我怎么那么爱拖地？冰刷，拿着冰刷，我们就开始擦。眼瞅着人这个冰壶送的也到位，我们俩刷的也挺好，眼瞅就要得分了。这时候教练坐起来给我来一大嘴巴，大半夜不睡觉，你搓我脑袋干什么呢？你我做梦呢呀！好，谢谢，感谢良言思语两位啊，谢谢。哎，刚刚这段相声啊，说了一个比较另类的运动会啊，当然他这是有夸张的啊，不过生活当中确实需要多运动。相声您看，我们今天现场啊，这些相声演员，都是很能说的，当然其实有一位是运动达人，就是本身他很擅长运动，看他这形象像喜欢什么运动的。我没看出你哪是运动。刘璋喜欢什么运动？足球。而且我是相声界足球第一人，是吗？就是说相声的里踢球没有比我好的了。行吧，你刚刚也看了肖老师这么多的这个古彩戏法，对我们这古彩戏法有没有你自己的感受？就是明知道是假的，但是你不知道他怎么弄出来的。所有的魔术戏法它都是假的，它没有真的。对啊，真是挺不好弄的。他那个手快，手快，手特别快。是这样，手特别快。这个我打字就是手快。我小时候啊也想变过，结果后来没这天赋，老让人识破。行吧，这挺难的啊。那这样吧，跟肖老师多介绍两句啊，就是其实这二位也来自北京啊，非常擅长创作。今天你们看了肖老师这戏法，有没有将来打算把这个戏法和你们这个相声结合一下？我挺想弄这么一个的。我为什么想学魔术？当时就追女生的时候，哎，给你变个小戏法。哇，真好哎！哎呦，就别话。哎呦呦，这就是我不愿教你的根本。哎，对了，故意不学。哎呦，这个。刘哥呀，真没脸呢。刘老师，知道亡妻学艺这个故事吗？听说过，就是动机不纯，学了也没用啊。这个肖老师，您看啊，这个大家对于您这个戏法都特别有兴趣啊。是。而且今天其实您来了我们这群会说相声，我觉得这不算跨界，因为这几乎就算这戏法本门里应有的东西啊。那接下来是不是您给我们带来一段相声，好不好？我跟谁说？您这样跟我们这个梁园您看怎么样？可以可以，好吧，那咱试试来。好，不一定成。各位说相声老少爷们，您多担待，我客气了。好，大伙儿多包涵，好不好？台交给肖桂森老师，交给梁元，有请两位。好，感谢啊，这个今天非常荣幸能跟咱们肖老师一起合作说相声。哎，您客气。其实你看戏法啊，包括相声，我们都有这个师承啊。都有这排辈儿，那没错。哎，每一辈儿啊都有一个字儿，对，叫德寿保文明，像是这么排。哎，你看像我来讲，我是属于叫名字辈儿。名字辈儿。我们这辈儿都有谁啊？像什么这个李金斗老师啊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刘俊杰老师，就是啊，姜昆老师、冯巩老师，这些都是名字辈儿。对，哎，再往上呢叫文字辈儿，这辈儿呢有很多中间都是带着文字儿的，像什么这王文玉啊。王玉、苏文茂啊，李文山呢、啊，王文林呢、啊，对，是吧？什么蒋文丽呀、啊这些呢？打住，都是、蒋文丽可不是啊，蒋文丽不是吗？蒋文丽是说相声的，那是，蒋文丽是影视演员啊，影视。那我前头说那些，前面对，哎，前面都没问题。再往上呢，就是这个宝字辈儿，对，哎，而且我认为这个宝字辈儿里呢。出现了很多顶尖的老先生，大家像什么这个相声大师侯宝林，对，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，大师的冯宝华，没错，于宝林，常宝霆，对，王宝强，是吧？什么沙宝亮？哎，打住打住，这些呢，越说越不像话。你这儿没动地儿，给自己找两个师爷，还有什么那个沙宝亮、王宝强，这是你。啊，这不是是吧？那不是，他不是这样人啊。那那个汉堡王，是不是啊？汉堡王是谁的徒弟？哎呦，您这么一说着，我还真糊涂，我忘了。汉堡王谁徒？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我告诉你，记住了。您说说。肯德基。对，
这也不像话啊！他是占德字呢，不是一辈儿的。这是那德字辈的老前辈、哎、啊，反正就是什么意思啊？思就是说呀，我觉得今天跟您一块儿演出，心里十分激动。您抬举我。哎，您刚才我看您变了这么半天，这个行业属于叫什么？这叫中国古彩戏法。我说句实话啊，有点老掉牙了。你外行了不是？一看你就年轻。嗯、啊。戏法是中国的传统文化，跟那没关系。您看现在年轻人谁看古彩戏法啊？啊、嗯，对不对？人家都看魔术啊。你喜欢看魔术？我还喜欢变魔术。你喜欢变魔术？那当然。那一定会变两套呗。当然了，魔术咱也有师承啊。你魔术有师承？有师承，有老师。你老师是？大老师。大老师。哎，大张伟。张伟嘛，那不说大老师不都这么喊的？大老师，大老师，国外那个、啊、那个叫什么？大卫胳膊飞了。大卫胳膊飞了，哎，没说脚丫子掉了，不像话你这个。啊，那是他弟弟。记住了啊。嗯、啊。那个你说那是国外著名的魔术师啊，那是国际上大家。对。那叫大卫科巴菲尔。就是他。他。大老师。就是他。也不能叫大老师，那应该呢？那得叫柯老师。那柯老师也不像话呀！啊，这不倒着念吗？不是，我就那意思，咱魔术变得好。你给我们变一套呗？那还用说吗？来一套，大伙鼓掌。哎，这演技够厚的，自个儿用。我跟您这么说，等我变完，您一定得承认青出于红胜于红。越说越不像话，那叫青出于蓝胜于蓝。哦，我色弱。你不是，行，反正就是我给你变吧，我给您变一回。我今儿我还真准备了啊，真准备了，我真准备。您来来来试试，这小孩好。哎，看了吗，各位？哎，普普通通，红色的一个抽纸巾。你的、啊、这还真是色弱。这是什么色？红色呀、啊。这是蓝色的，好吗？蓝不，您甭管什么色、嗯、您这样，您看看这包抽纸巾有没有问题。问题倒是没有，那不行，仔细看看，再拆开，仔细看看，拆开，哎，拆开，抽半截，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，哎，没问题，确定没问题，您拿着啊，肯定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拆包不退，十块钱一包，掏钱，快，掏钱，你讹人了是不是？快点，别啊，这比抢钱还快了，反正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确定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，刚才。肖老师也说了，这包抽纸巾没有任何问题，没问题。那么接下来，就是见证时刻的奇迹。越说越不像话，倒着念到了，念到了、嗯、啊，那就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注意啊，啊，就注意哈、啊，到时候别眨眼啊，啊，注意啊，变数马上就来了，三、二、一，走，你看，干嘛去？还一张，你看，你看，哎。你看，走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别，哎，打住，嗯，这叫魔术啊，这怎么样？您说这神奇不神奇啊？神奇不神奇？搁一边儿，啊，你这太费纸，这个，这不像戏法，这不像话，不像话，不像话，没关系，这都是小菜儿。那还有真正我要变的魔术，吓您一跳，吓我一跳，哎。我还没听说哪个变戏法把我吓一跳的。嗨，哎呦，你可留神啊！你们像这吊凳，我不会。你这样给我摔着，你可得负责任。吓着没有？啊，这是吓一跳。吓着没有？就这么吓。哎，我让你说哈，你呀、啊，就是变魔术当中哪套魔术能把我吓一跳，那是你的功夫。那绝对也有啊。啊，对不对？器官消失术。器官消失。哎，脑袋没了。那我就改一枪子在这儿。那你怎么叫器官消失呢？器官把我这腿变没了。腿变没了，这是能耐吗？你要真把腿变没了，我还真就服你了。好，那这样、变之前呢，我得先向您呢借用一下您的这个道具。找我借点道具？哎，借什么道具？就是您那个，就是变戏法。嗯，变戏法平常用那就是那个抗单子。你要如果要抗单子，嗯，回家找你妈要去。你小时候尿炕，那炕单子还留着。那你什么话呀、啊？嗯，就是您变戏法就用那个，就是那布，行话嘛，炕单子。那叫袜单。好，要那个。要那个，您带了吗？我好多了，你要什么颜色的？我就来那个蓝色的那条。蓝色的，好不好？行，可以。您去拿去吧。
看来我得拿红的。这个等会儿拿了之后，各位，要是我能变出来，大伙儿一定给我热烈的掌声。一般我们变一玩会抖毯子、抖袜子，抖好了半年。行，你现在上来就变，我估计你变不出。还真是蓝色的。真的没说错吧？哎，这背面怎么是红的呢？你看怎么样？行，能变吗？这个？就这个啊？就这个。咱这样，咱往前来一点，好吧？咱别让桌子挡住。可以。哎，确实，咱一人拿一边，哎，等会儿数三个数，我这腿就消失。数三下腿就没了。哎，你真要把腿变没了，我还真就服你了。咱来一回啊！来一回，大家注意啊！啊，好，三、二、一，走！哎，你看，左腿没了吧？哎，还真没了。左腿没了吧？哎，真不错。你看看，咱这样行吗？啊，再变变右腿。右腿一样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走，高点，再高点，再高点，什么玩意儿？这都是，看来呀，您还是真是不相信我会变魔术。我不是不相信，你变到好了，大伙儿看看。今天我给您变一绝的，变绝的，人体消失术。哦，刚才嘛是器官消失，哎，人体消失，大变活人呗。哎，跟大变活人不一样，大变活人，人家变个美女啊，是不是啊？放那柜子里给变没了。我这不用那么复杂，你怎么咱就简单，还是这个袜子。哎，您等会儿拿这袜子，三秒过后，我这整个人就消失。三秒过后你就没了？哎，哦，那我真不信。那咱来回，那试试，来，咱来回啊！我在这儿拿毯子给你挡着点。好，三秒啊，变没了啊，变没了啊。好。注意啊，三秒啊！哎，你数，自己数。哎，三、二、一，真没了，真不错啊，还是露手绝活，这样是不能下台的。变魔术有规矩，有来有回，这叫整套的戏法。他自己把自己变没了，我得给您变回来，好不好？我也数三下，看着，离桌子近点儿，数三下就回来了。注意啊！三、二、一，起！找着我了。好，谢谢肖老师，谢谢梁远，来我们到台中。真好。啊，真棒！这个梁远是不是感觉肖老师给你捧哏这个活梁的严丝合缝？对，就跟老先生是一样啊。对，老先生。我们是头一次合作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慢了，改行了，改行。我明儿您别讲，我上茶馆说相声。但是您可千万别改行啊！您是这国家级的我们戏法项目的传承人，也期待您常来我们群英会，让我们大开眼界。谢谢肖老师，谢谢。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养护骨关节。营养无不比例赞助播出，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谢谢。